应该有啦，应该有。他看心脏其实跳很快，跟各位讲，真的。哦，跳出去呢，心肝头皮啊！哎，我火被消掉了。啊，附加消除、哦，干！附加消除技能重置。但是血量会爆低哦，一滴滴啊，就少一滴滴啊。各位说看到这一堆说，虽然说血量好像不是很多哦，跟各位讲一个，这就也不算是诀窍了，可能大家会遗忘的一个东西啊哈，就是这一堆有减伤啊，嗯哼，这一堆有减伤啊，嗯哼，好像有道理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忘了，对，因为我也是刚想起来。这队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危险、啊、一点点小小的危险。我想要攻击力这个，这次攻击力、啊、其实我不是很想要破平民百姓的，那就这样就对了。干 Elvis 你长大了，干每次都破我梗，这样就不好看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光珠看着实在有点哦。哦耶，轻轻的。火珠全部消失。看到没有？有没有听到那个嘴那个声音吗？有没有听到？有没有听到嘴？而且你不用担心你会补血哦。对，只怕担心天降火珠哦。金，哇靠，你星珠给的太多了吧，老大。这个星珠要绕到旁边，因为下位我需要补血。哎、欸，啊，等下多多好香肠啊！手回攻后，未消息回等伤，好可怕的技能啊！我好害怕，我超怕的，我超怕没星珠而已啊，什么都不怕。啊，舒服舒服舒服！大家看到这一队有没有觉得很舒服？因为相信我们的观众已经有人在通关了。嗯哼，这样就对了。对，当你看到我的队伍，你觉得稳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进关了。这是实话。哎，靠北，我要多 combo 一点。完全觉得这队的队友应该会有两次打酱油的感觉。哎，回等伤啊！你在干嘛？哎、欸，你冲啊！他妈死！我刚才描述够多。哎、欸，龙哥还没集起来哦。啊？啊，龙哥还没集起来，他们在死。靠背啊！各位，干我好像找了两次打酱油，操！干！哎、欸，这局有人进场了吗？先不要进好不好？靠背啊！啊！抓抓痒，好痛啊！干别呼啊！外系外系。看我的高康博可不可以救回来哦？我来试试看哦，基本上干有点危险。这不知道救不救得回来啊？伤害太多了。我发现那两只好像是进来打酱油的。哎呦，天降嘞！啊，收火。看我锤两下来，唔知要创啊！
不要问我为什么要找他们来打酱油，因为对，就只是就想嘛。哟呼，开，开，开，嗯，应该是被死啊，60万哦，啊，若无罐头鬼，我都要死啊嘞，来吧。哦，酱油也是有酱油的功能的哈，就是这样，可以沾啊，你懂吗？可以沾酱油哈。这个感觉威力不够，我再给它加强一下。我怕威力不够哈，我们试一波。啊，过了。恭候靠，靠背万福使转，老师哎、欸，对啊，是转的就会显现吧？应该转的就会现身了吧？来，哦对啦，吓死了呢，还要留什么线出来？林老师卡好嘞，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先看一下要打哪一只哦。恭候靠血的那一只。应该是要先打那只才对，我不想扣血，嗯哼，给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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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，呜呼，哎，一波才100多万而已，这样出现骷髅头，哎，有点危险嘞，靠北，我刚才播多少火柱 啊？靠北，我刚才多少火柱啊 ？Evers。好问题，我忘记了。看，四颗而已、喔。干没赛 C。跟各位讲，有些时候技能该开就开，该省就不要省，不该开就开，该省就省。哦，十波后刚才六出黑，真的，干救命神呢、欸！各位真的，我讲刚刚这一局这个真的是很关键，剩四颗，看我是觉得打不太过去。这一定是一波带走了，嘎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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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这一队的发响就是对，就是刚刚那一队发响来的。嗯，看骷髅头啊，我想一下啊、哦，下一关魔技能，这一关带走。干，还怕你带不走嘞？各位，有看到我火柱吗？靠北，少到一个可怜。这个斜爪要练习一下，就用这个啊八风王来练就对了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平民摆斜，有不？嗯，少一数、哦。告诉各位哈，这时候哈没有，这时候哈，谁干一定是被鬼啊！我无鬼雕。好，考大家一个问题：当我开下主角技能的时候，这时候转出是25秒还是10秒呢？25秒的解答一，25秒的答一。Elvis 说10秒嘛，哈，哎，全部都写10，我没有，我说19，大家都讲10，啊，是10秒是吧？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啊，10秒就是一啦，哈，对，好像蛮多十的，我没开过，但是我认为应该是10秒了，嗯，我看一下哦，谁？火、木、光暗都有，所以我现在先不开哈，等一下再揭晓，好吧？等一下再揭晓。因为我现在不缺猪，所以我不开主角哈。有没有讲完之后，然后不开主角来看真相？好，这边做一个这个哈，
空天降的动作吗？他很抓痒，他那那个熊，看我的无缝接轨。有今天实况光看这一集就觉得特别长哦，很奇怪哦。哎、欸，对，没有，其实不奇怪了，因为我用八凤王在打，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。你、刚缺火珠的意思是？差一个火舞就差足济啊！我跟你讲，伤害剩一半尔。第六关吼，龙类克制公家锁，这个无所谓，这个对。看你想要把它碾过去也 OK， 不想碾 也可以啦。但是我势必是不能碾的，因为我八凤凰我要等它跳起来。看到没有？谁告诉你们只有哈？那个叫什么什么零什么测也没记啊，没记啊，什么就是什么什么测一类啦，什么测的，什么测啊？靠背啊，真的忘记什么测了。那个到底是什么测啊？有人知道那什么测吗？就是啊，我刚另外对的那个，我是你刚怎样叫什么名啊？我们的 Elvis 消失了，怎么了？就是那个另外一队是这样无限补血的，那队叫什么？青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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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对，青奥，应该青奥什么什么策的啦？哦，清澈之灵啊！哎呀，Stank 你出现了，终于啊！开主角干嘛？开主角是缺助的时候用的，青奥了，对对对，青奥，青奥，青奥。哦，对，这一队不会比青奥来的弱哦。那、当然，我用这一队只是也是要让大家参考啦，有一个队伍可以做参考。为了练这一队，大内内的，我在看我吃啊，不少石头去那个哈、哦。现在不用开了，那先不要开了。八凤凰都跳了、那就扁了啊。电壳加固无看啊、对啊，对，有空要常上来哈。希望伊登也改七力石，伊登改石基本上就对啊，他就不一样了。哦，我刚刚那个路轨的丢啊。哦，现在我们线上还有56000位的观众哦，基本上你们看到了啊。轻松一打的关卡啊、我是全火看到没有？我是全火为什么他要弄全火？又靠背啊，属性给你克啊，就是要让你不好打、让你好打就对啊，就没有石头可以吃了。我在这端可以磨呢，看到没有？当你用波比队也可以试试看。不过我这队不怕缺心珠，所以我可以很轻松的转的了。现在应该是很轻松了。靠背啊！我刚哇忘记开技能，好现在有反射动作去消心珠林老师没看你在他妈死！我刚真的没看到，我没有消心珠，不是那个什么，忘记去消心珠，我只想说要消大，就是整版把它消一消而已。好，现在反正动作去补心了，不然我刚刚就看到精彩画面，哦，真是可惜啊，各位，拍谁，嗯哼，花椒龙哥被冲了。
不会死哦。300多万，格拉摩，格拉摩比较保险啊，各位相信我，相信我 ，Trust me, you can make it。看那个魅阵风绝对没有找我，我先讲哦，魅阵风绝对没有找我，我讲我这气也怪魅阵风，没了吧？看我这新找一个啊，需要魅阵风吗？嗯，完全没伤害，真是猛哦。因为打他应该很少血了，我认为是这样。啊，我打了600万呢、欸，有王才400多万呢、欸。各位要记得一个诀窍哦，记得哦，很重要哦。Look at my eyes, look at my eyes， 很重要。做什么？来，来，嗯，什么东西啊？那么多画面，什么拷贝之塔、天降新珠、英雄联盟、强运。仙剑之塔，仙剑看到实况玩盗版被编，谁玩盗版？掉一颗开掉，什么东西啊？看不懂，刚刚到底是讲什么？哎、欸，我那个实况来看一下啊。但是我们还是继续、哦。这时候要做什么事情？为什么那么重要？来，有没有人可以解答得出来？无视减伤哦，下一回无视减伤，要做什么事情？请各位给我解答。为什么有人要被编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哦，我猜啦，一定有人又说什么神魔之塔什么抄袭啦，应该是有人在讲这个东西吧？喂，到底是怎样？哎、欸，没有啊，没看到啊。哦，那个拷贝之塔啦。好了，那先把它禁言了。那个，好，我直接按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可是拷贝他是在开玩笑吗？啊，你是在开玩笑吗？好啦，先看 Elvis 好了，你看要有没有变再考虑一下。别人知道很重要的事是什么？强化珠。可是你们有没有想做强化珠啊？对，没有错啊，强化珠。可是我的版本开下去，它基本上就随机了、欸，对不对？它会怎么样吗？嗯，会怎么样？会怎么样？会怎么样？对，强化珠啊，怎么做嘞？就是你现在要开始做什么？就是不管什么珠，你都做五颗啦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想到，不管什么珠哦 ，every 哦 ，every 哦，什么珠都是做强化、哦，这很关键哦。应该、靠北，他把我消掉了，要破粉吗？哎、欸，所以 Elvis 知道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都要做强化嘞？好悲啊！要破粉了吗？可以啊，你可以破啊。因为我因为剪锯啊，剪锯就直接强化被打。对，没错，剪锯就可以强化直接被打，所以我不管哪一个尖刀，只要有强化珠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什么珠都做强化，基本上就不会太大问题了。我就不相信他那的没有转到一颗，没有转到一颗，你没顶怕干。有没有全部都是那个新珠，然后新珠都没转到，其他都转到。我看我的母线死了，看我要接喊没？哎、欸，等一下、喔，我想一下、喔。靠北，那个不消。恢复。全属88啊！对，我说不会全部都是新吧？看你有那么衰，就是。转了之后，然后就新珠没转到，所以看我就整版给他弄，不太可能啦，我是觉得不太可能。但是还是有个问题啊，我们等一下要一波爆发啦，所以这才是另外一个关键。我等一下还要一波爆发、啊，各位有没有想过？因为我如果没有一波爆发的话，没办法把一波带走啊。懂哦，懂我意思哦，就是你要一波爆发。因为血量剩一半的话，我大概打150万左右吧。
所以我现在尽量就是整版都把它做强化的丢了，啊，看有没有运气啊？那我 calling， 应该是不 calling 吧？那么天降把我强化珠全部削掉，只剩下那个啊新珠。哎呦喂呀，哎呦喂呀，给他吸氧。OK 啦，来啦，准备好了没有，各位？因为再撸下去我可能会死。我先开看看哦。一二三四五，有啦，有五五啊，五五，好灰，应该是别点在七七吧。应该是没七啦齁，如果这样一波带不走，但应该是带得走吧，要不要开龙科啊，但我没开，有没有三百万，应该有啦，应该有啦，应该有啦，干，心脏其实跳很快，跟各位讲真的哦，跳出去的新瓜头皮啊，欸，我火被消掉了，附加消除，哦，干！附加消除技能重置 ，CD 不自量力。我最恨人家说我不自量力，你在吸而已。咱们来试试看，刚刚是谁不自量力哈？80%哦，再换一下，看到没有？这可是这个角度是可以调的。快点，龙科脉动啊，哦！认真一点哈，哦，认真一点哈，哦，讨起来转一下小干。20538分，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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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K， 哦，哈哈哈，不好意思，没有火，我直接让张安宁过去，不好意思。啊，主角，哎，对啊，那解答不替观众解答，只不，哎哎，对我忘记开主角了。